输出。最棒最棒的影片就是威力导演他自己的输出是这一个，但是你应该知道这种到底是什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因为威力导演他没办法主导市场上的那个音乐格式或影片格式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听过什么 ABC， 可是你应该有听过像 MP3 啊，这个 MP 系列的，还有像那个 ABI MP 又是 MP3，甚至那个 Adobe 公司的 MOV， 微软公司的 WMV， Windows Media Player。 好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威力导演最佳输出就是这一个 ABC。 然后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格式就是 1920×1080。 好，你要存到什么地方，我建议你输出也是存到刚刚做影片的位置，就是 C first。 好，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叫做 M2TS， 你有听过这个复档名格式吗？这就是威力导演他自己的，因为他真的不怎么有名。 好，那例如说我们就叫做 first， 然后第一版，因为我们做出来，我会希望说你至少改个三版，就是至少写出很多缺点，然后改，不断的改，然后到时候你才会发现，哎，这样子三次之后，那个作品会比较成熟一点。好，我们就先点存档，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开始，就是说等一下我输出是 ABC。这种格式，也就是它会存成 M2TS 这一种，然后放置的位置这边知道就可以了。这边建议不要动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一种已经是它里面最清楚，而且真的画质非常清楚，而且 Windows Media Player 居然都可以播这个档案格式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那就请你们先做输出。真的，我试过，所有我都试过了。威力导演来去输出 MP4， 没有比刚刚的 ABC 来的清楚。我试过 MOV， 我试过 WMV 这些输出格式，就只有 ABC 这个输出格式最漂亮，那个画质最清楚。那你可能稍微知道一下，就是说总共要输出的时间是1分26秒，然后已经经过了19秒。然后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分跟秒，然后怎么讲，它不是真正我们的分跟秒哦，这边秒它这边只到30，最后这个 只有跑到30，因为它一秒是用30格影格，一秒跑30格影格，反正你到时候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力气来去研究这些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，就是你上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把影片输出成一种叫做 FLV 的这种格式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段影片，真的还蛮清楚的。可能就麻烦请你们直接看前面的。
个都。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有感觉吗？我们要先填一下问卷，然后再教你把这些东西上传上去。